凤凰城公开赛第16洞架设可坐满20000人的看台，堪称沙漠奇景。法新社记者卓嘉平综合报道，凤凰城高球公开赛是美国最受欢迎的高球赛之一，尤其是第16洞看台区，打造美式看球飨宴。去年雅加达亚运国手于俊安也前来朝圣，帮台湾好手潘正从加油，只可惜小潘首回合最后一洞下水遭罚杆，首轮以高于标准杆两杆的73杆，暂时并列第101名。台湾好手潘正从又配对赛时与美国游泳名将菲尔普斯同组，取自潘正从粉丝页。凤凰城公开赛第16洞架设可坐满20000人的看台，堪称沙漠奇景。潘正从首轮第16洞顺利保帕，不过来到第18洞开球遇到乱流，直接下水遭罚杆。原本前17洞有四国际打平的表现，在18洞无奈花了6杆才结束，苦吞双国际。首回合高于标准杆2杆的73杆，暂时并列第101名，请继续往下阅读。伯勒里基·福勒与汤马斯·瓦纳三世首轮暂时并列排头，美联社潘正从希望第二回合表现可以回升，力拼进入后两轮赛事。美国选手汤马斯·伯勒里基·福勒·瓦纳三世首轮暂时并列排头，三人都缴出负7杆的64杆佳绩。有趣的是，汤马斯与伯勒这次赛事更是室友，远在佛罗里达的家则是邻居。伯勒打趣地表示，他希望能在晚间饭桌上有些能自夸的话题。凤凰城公开赛第16洞架设可坐满20000人的看台，堪称沙漠奇景。法新社亚运国手于俊安特地来第16洞朝圣，取自潘正从粉丝页。还想看更多新闻吗？欢迎下载自由时报 APP， 现在看新闻还能抽奖，共70000个中奖机会等住你。 iOS 载点 https://chill.c70r.red 载点 https://chill.c70r.vjf 3LV 活动办法 https://draw.lpn.com/tw/slot/v8/已经按了，谢谢。相关新闻。